然后呢，你用 HD 的摄影机也可以直接播放出来，那画质差很多哦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示范给各位看。那如果你是透过电脑的，你就可以用 HDMI 的线直接秀出来哦，或者是你用那个蓝光的播放器也可以，那当然也可以透过电脑哦，这样子好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我们透过这一次的采购啊，我们就把我们学校的影音的环境整个全。